看这边会卡。要给钣金那边弄弄，不然就。对啊，不然你们可能弄不会不会不会。感觉是卡掉。而且这台很棒，是已经四个角落都有撞到过，都有擦伤，你就不用担心还会再擦到了。不要去撞到人家，自己擦到墙壁那个都无所谓。然后它其实方向盘，方向盘高度也不用调了，对，这边可以调。对，这边有一个，我记得可以调，有没有？可以前哦进去出来，这种可以自己再调一下。你的脚踏垫就好了。蜂窝的哈，哦那种比较贵一点的，好。可以，哎，这后照镜怎么那么小？哎，还有后座出风口嘞。谁来招呼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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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千里站。还没看到我姐呢，她可能去办保险吧。今天来帮夫人办那个车子过户，我哥的 Camry 要过户给夫人，然后我的夫人的 Lears 要过户给我大姐，好吧。现在要先来去验车才能过户。一轮用到那个地方站，然后在后轮，然后在前面是测排烟管。18033往前开，往前开，打字就好了。好，废气，嗯，好，过来，哼，雾灯开一下，雾灯是哪一个？雾灯哦，雾灯是哪一个？等一下，雾灯，雾灯是哪一个啦？路根没有再开过了，不好意思。应该在那边。这里哈，这个哈。灯都关掉，熄火，引擎盖打开。熄火，引擎盖在那边，对。啊，行照借我一下哈。好。过户。过户。谢谢。这也不会太难验，对对。号码牌，哎，快进去，不然开门口这里停一下。哎，车头可以朝进去啊，朝进去里面。这样，对，这样进来一点就好。现在呢，要去看一下夫人 Camry 修好了，然后等一下老板装一装，看一下情况怎么样。目前换了四支避震器，14800，一支3700嘛，换了4支，14800。然后原本想说换前面两个，后来老板以为我要四支全换，我后来觉得四支全换好像不错，那四支全换吧，避震器都换掉，因为它避震器前面的话会有声音，开起来会有声音，会叩叩叩，就是觉得这避震器如果没有声音的话，我可能无所谓，就不会想换，但是就。就是避震器有点声音，开车的时候有点声音，就把它换掉。然后换了三脚架，2支，5000块。然后还有一个雨刷连杆，左边的雨刷连杆它杆子松掉，那也要换掉，2200。还有一个，还有后座有的那个铁杆也是松掉，那几百块而已。大概就这样子吧，好像我算起来是22000。不含那个铁杆，好，我们接下来去那个修车厂吧 ，Go。试车开慢一点哈，特别去找这个有窟窿的，反正基隆这个路很烂，我们来试试看这个。今天要特别感觉一下新的避震器开起来是怎么样。之前扣扣扣声音不见了。慢慢开很舒服，对，没错，
主要是声音没有了，我就觉得有差了啦。进社区了，哦，真的很想骂脏话了。这次开这样不用特别去感受，直接开回来你就觉得哦，开门真的有差。嗯，开起来感觉真的有差。等一下，爸爸表演开车门没有声音的哦，好不好？是的。来。好，等一下哦。好，先关起来。有没有？没有卡了。有没有看见车子不会扣扣扣了？来，在这里啊，这里。啊，有。要竖心哈。你看这边没有那个咚咚有吗？这条路最明显的。第一。第一个是没有声音的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第二个有没有觉得会比较那个？好，来再来看雨刷，雨刷。好，看雨刷。啊、哦，没有咚。没有那个醒来撞昏倒了。对，然后还有就是雨刷片也换了。哦，变好清楚了嘞。哦、眼睛都亮起来了。然后觉得开起来很安静的。啊、哦，有。可是过那个坑都不会懂，不会那个。过坑洞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感觉要讲一下、啊、什么过坑洞就是地上有这样咚咚咚的时候那种感觉有比较不晃吗？有比较不空吗？还是什么的？哪里有坑洞跟我说。有没有刚才这里坑洞啊？哈，我没感觉、欸、有没有？而且不会再晕了、欸、不会再晕了、哦、嗯，每次闻到那个味道就会晕。哦、那是车子味道，那已经给人家洗车洗过了。爸爸也可以坐后面坐了呢，怎么感觉这么大？对不对？啊，这台没有浪。不过坐后座好像很贴背，我几乎都已经躺在那个了坐正看看。妈妈讨厌坐后座，因为中间不好，中间还是不好坐。中间我不行，坐后座觉得这个椅子不是很舒服。因为换掉，去帮我换赛车椅。爸爸，你看42。以后我就在后座陪你们坐好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嗯，有很宽阔吗？有很宽阔的感觉。你的话我就不敢保证，应该可以吧？我屁股挤不进去。可以啊，我现在屁股左右还可以晃得蛮大的。电影院为什么可以那么暗呢？眼睛不会坏掉吗？不知道。然后厨房电灯可以关掉。对。不知道。啊？不知道是用投影。钢琴那边电灯也可以关掉。哦，对，它是用投影的，所以要关灯。我们家里去买一台投影机，好不好？不好。不要啊，神经病！现在电视随便都60寸、65寸的，这么大了，不需要买投影机。投影机你没有画质没有。对，投影机的第一的画质没那么好，第二的它的布幕会飘。你吹冷气，夏天吹冷气的时候，布幕会飘。对，你的电视就一直飘。对，那布幕就飘，你眼睛会更花。第三的就是。你以后晚上吃饭的时候要看片，你还要把电视吃饭的时候客厅开电灯有没有？你要把电灯关掉，你投影机上面才有电视画面。你要摸黑点蜡烛这边看电视吃饭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道理？可是最后一句好像没有道理。你去你们学校视听教室看电影的那种投影投布幕的有没有？是都要关灯。可能在想你有没有可能从我们的渔阳广场爬到三年级？可以啊，可以。总共我学校，爸爸已经快晕车了，坐后座太久没坐后座。我可以爬到六年级。对，你可以，好。哦，真熟悉，来过。哦，位置真大了。啊！虽然骗人节订阅我，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爱大分享。哦。